辣炒鲍鱼。哎呦我去，肉质特别的紧实，它底下这一块是内脏，不要吃，还有这一块是牙齿，给它拽去，下面这些不要吃，其余的地方就都能吃。这个给你们出了一个秒杀，去年的时候咱们是卖88一斤的，然后就178二斤，就这两天然后给你们做到138二斤顺丰包邮到家，做好的开袋即食。QQ 弹弹的。